是的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君王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在这里赞美你。我们知道你是起初的，我们更知道你是末后的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日子。主，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有快乐；主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有忧患；主，在过去的日子，我们甚至有不能担的十字架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，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。你用你的爱环绕着我们，你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替我们洗净我们所有的一切。阿父神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更知道人的尽头是神你的起头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看我们为宝贝，你总不放弃我们。因为你在你的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，你所爱，你为我们爱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也未曾听见，人心更未曾想到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在这个岁末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更在你的面前立下我们的心愿，在未来新的一年当中，主，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爱留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每一个日子当中都能够求告你的名，让我们能够定睛高山举目望你的十字架上的恩典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一切，也将我们今天的敬拜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的荣耀，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就降到在这殿中，与我们所有的会众一同同在。这样子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圣灵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神今天给我们的话语。神给我们的话语记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很长，那请大家慢慢的来看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我来念。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在完全人的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荣耀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渗透万事，就是神奥妙的事也渗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神人的事像这样？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圣灵的事。以上这是神的话，那我们将时间交给苏传道，
他今天为我们预备的信息是传十字架上的信息。